进入到 5G 时代，台湾三大电信决定将 4G LTE 全面免费。现在只要你是中华电信的用户，在更新到 iOS 16.4 后，就会免费帮你开通 VoLTE， 自动帮你开启。这段影片和大家分享如何自己到设定里开启 VoLTE 功能。首先到设定，行动服务，行动数据选项，然后语音与数据，下面就能看到 VoLTE 高音质通话。只要你是中华电信用户，在更新到 iOS 16.4 后，就会自动帮你开启这个功能。